换的，这我特别帮你找的厚的毛啊。美国很冷，你穿这个很保暖。他脱了这双袜子，我们俩来起了小小的争执。父母恩重难报，记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少年不事亲恩重，讲的就是你。你看你这个态度，父母恩重不报，心都搬出来了。好了，我真怀念他每次跟我 argue 的时候那个自信跟坚持。